庆祝建国100年，国军军邮展登场了，里面有很多珍藏的邮票，包括像国父肖像哦。点豆鬼这一张啊，因为太稀奇了，拍卖的市场呢已经喊到上亿元台币了。人像是反的，跟那个邮票上的国父像竟然是反的。全球唯一的这张是建国100年国军邮展的超级大明星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把相片颠倒？我就不知道意思啊。这个防伪就用双色套印，中间的像国父像印黑色，边框颜色都印的不一样。由于30年代初期国内印刷技术不发达，这套邮票送到美国纽约印刷，编号32的面额2元邮票，双色套印上下颠倒了，当时可是造成抢购。大的机油人、大的邮商都坐着飞机跑去，希望能够获得这个邮票，可是这个邮票一整张只有50美。全球只有50枚邮票被印反，单枚喊价超过500万，全球仅存的10邦联价值超过上亿。同样印错的还有玻利维亚为我国印制的邮票，青天白日中间竟然多了一个红框，同样珍贵。很难得啊，这个当初很多都是自己没有经历过啊，等于也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。国军邮展还展出抗日期间透过唯一对外的驼峰航线寄出的航空邮件，还能看到当时拆信封检查情报的印章。这些邮票邮件价值不菲，策展单位还投保上亿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印记。中央新闻黄建颖、陈乃瑜台北报道。